稍微粉丝提问，玩家最希望推出什么设定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下面要说的就是玩家最希望推出的三个设定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自制吉利服。在吃境里草地遍地都是，并且近战武器也有镰刀。于是便有不少玩家希望可以用镰刀割草，然后自制吉利服。这个设定非常有趣，即使制作需要不少时间，也会受到玩家欢迎。二，群战模式，这是大量玩家希望推出的新模式，每局比赛的队友至少上升到10个，这样才更有作战的感觉，并且即使自己划水也能有不错的游戏体验。三，独狼设定，在四排的时候，如果队友全部成盒，只剩下自己成为独狼的话，吃鸡将变得非常困难，光子完全可以给独狼额外发放物资，或者增加些许伤害或者血量，这样独狼才有机会一招打多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